好，我要跟大家讲解如何拆 Force 2.0 车壳。首先，盾牌要先下，这四个。然后再拆左右两边的车壳，这里有两只螺丝。这里有两个点，要把它往上拉出来。然后这里有两只螺丝，对面也有两只螺丝，拆解下来。然后再拿梯杆石六角的，从里面。这里有两只，把它转下来。然后这里有三个塑胶纽扣，要把它拆解下来。好，装的时候是这样子装，哦，不是这样哦。这样子。